好像没有啊，他们都不太喜欢数学。让我试试。好，同学们，有人加入数学社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感谢感谢感谢！天哪，他人气好高啊！哎，同学，你有意向加入数学社吗？我目前没有意向，但是看你怎么劝说我们。我也没有。同学们，那你们知道派的小数点后面的第61位、73位还有97位数字分别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那我来告诉你们吧，是520哦，520哦。哇！哇！天哪！那我要加入。感谢来这位同学。同学，哎，你刚才不是不要加入数学社吗？啊，我也不想加入，可是他对我是520哎。你确定他说的不是以爱为营吗？那我就更要加入这个数学社了。好，来，同学们，我们走。去数学去了。那个保镖。哎，就。请大家多多期待以爱为营。然后你这个手你就跟大家说，哎，有人要加入数学社吗？哎，有人要加入数学社吗？大家就冲过来，在这周围。那个同学们，你们知道这个派小数点后面的61位、73位和97位分别是什么数字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是520哦。哇，学长，我好油啊！学长，我们可以加入数学社吗？你们好油啊！你刚才不是不愿意加入吗？因为他说520呢。好油，你确定？你确定他说的不是以爱为营吗？谢谢，好难哦。那这个数学社我入定了呀。你入定了，密码入定，打坐入定了。二位同学，招新了，招新了，来来来，要不要加入？数学社团，看一下。数学社，可是我数学很烂。去看看吧，去看。哎，二位同学，不要灰心。你们知道这个函数画出来的抛物线是什么样的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不知道吧？我就知道你们不知道。我给你们画一下啊。是什么？哎。哎。你看。这就是笛卡尔的爱心函数，是不是超级浪漫呢？是挺浪漫的，但是学长你好油啊！哎呀，就是这个学长，我能有点不想进去了，怎么可以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再考虑一下吧。好，学，再考虑一下吧。考虑一下。除非还有一个人能来劝劝我们。我们这。当场 Q 场，我是这个时候进来吧，我真给力啊，我真给力啊！来，同学们，有人要来参加数学社吗？哎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想加入？他不是在劝我们吗？对，你不是该劝我们吗，学长？是在劝我们吗？那你们知不知道？派这个数的后面的小数点的61位，这个数的后面的小数点的61位、73位和97位数字分别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是520哦。哇！真给力啊！哎呀！我也不想加入数学社，可是他对我是520哎。你确定他说的不是以爱为营吗？那我就更要加入这个数学社了。
来，同学们，我们走。Yeah! Yeah! 结束了，我可以不加入对吧？同学，你不准加入。但是，他比你不油一点。中文好好啊，很棒，中文好好。网课，请问到我认识多了？请问到我认识多了？多个多 ，Angelababy， 好难啊！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难？四个字，四个字啊，四个字啊，这首，哪个手啊？这首，这首，一般都是这个手，啊，一般这个手，这个手干啥？对，啊，这啥？对，变脸，川剧变脸，哎，可以，哇！你看这个都不提示的，我都没看见，你别五个字，我没看，看一眼，再看一眼，哦，啊，五个字，五个字啊，希望怎么摆啊？五个字，是在这儿，对，哦，哎，这个是五个字，哎，热身运动是吧？不是，热身运动四个字啊，五个字，你现在感受到这是什么吗？风跟这有关，对，不是他得这样，他得这样，啊，两个膝盖，你两个膝盖并到一起，两个膝盖到一起，分开，两个腿分开，膝盖在一起，对，对了，跟风有关，马力电梦路。这个难，这个好难，对，六个字啊，那字儿咋越来越多呀？六个字，跟上面那个体育低头，那个手摆一下，迈克杰克逊，哇，迈克杰克逊，对，好，两个字，这个简单，太简单了啊，两个字，啥呀？敬礼，警察。敬礼，要敬了啊！敬了，敬，交警，可以，摆的好好的。四个字，成语，这个干这哪儿？这头发，这哪儿？下巴，这个是哪儿？这是哪儿？脸，下巴，这是哪儿？耳朵，这是耳，脑塞，这是耳，脑塞。脑塞，你的东北话都出来了。脑塞。哎，三个字。是这样吗？几个字？是这个。三个字。蜘蛛侠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回答问题。举手。哦，小学生。奥特曼，啊，咱题好难啊，非常，还行啊，行，四个字啊，小五主导，两个字，啥呀？蹲半蹲，哎，来啊，看着啊，一项运动啊，这这样啊，啊，然后。哦，冰壶，哎，走，这，你是不是这个阿姨？是不是？Will， 走，大哥，我已经跑不动。我知道啊，但是在两边走。在这。商铺，抽一个福袋，物品上有几只大象，抱起来就。我跑不动了。我也跑不动了。这么难找吗？一分钟倒计时结束，追队出发。321木头人。321木头人。你就一直喊着走。321木头人。
二一木头人。三二一木头人。三二一木头人。哎，你这打的这么快啊？三二一木头人。好烦的，有点气急败坏了，是不是、啊？真是，这不要脸了，有点。他俩在哪儿呢？哎呀，啥时候喊谁就告我啊？盲盒，盲盒，塞瓦迪克，一二三四，四个是吧？右边上面还有两个，上面还有两个，这两个啊，六个抱起来坐。我们先换。就跟着他俩，就跟着他俩。能不能放过我们？好，放过你们，放过你们，走吧。去拍拍别人吧，好吧，去吧。来，给他比个 pose。算了，三二一木头人。算了吧，哥。好，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完了。你这多了一组跟拍，你对着我们薅，你也只能拿三分。三二一木头人，我们很精明的，真的。哎，不行行，几次？五次不够，第，快第五次。我不行，你来吧。来来来来，你那只手随时得给我。三二一木头人。哥，做任务算了吧。他要踢几个？要踢几个？你告诉我，六七个呢。哦，好，好，那你先踢。一、二、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。求求了，哥。三二一，木头人。三二一，木头人。我们边走边那个什么吧，好，反正他们也要跌。三二一木头人，做任务能不能放过我们？咱俩坐着，坐着，歇会儿，坐着歇会儿。啊！三二一木头人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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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现在给你机会，你都踢不动。三二一。我还没说木头人呢，急啥呀？哎，咱这个任务指定是完不成了，咱上对坐一样，怎么样？走走走，咱去坐着，咱去坐着。哎呦，我一头的汗。坐坐坐坐坐。干啥呀？怎么的？死磕到底，摆烂，摆烂，死磕到底。那行，那咱走吧，走吧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好，放了你们了，放了你们了啊。踢踢踢踢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可以可以可以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可以可以可以！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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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二一木头人。五三三。他是完成了吗？就跟着他来。三二一木头人。再来再来。三二一木头人，三一木头人，三一木头人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啊！
你们的任务呢？做完了，做完了。我也是个E。啊，两个E。就是把最小的给拆散了，能把最小的给拆散，最小和最大的都拆了。哦，那咱们就都没有优势了。那咱们结盟吧。好，下一趴咱俩结盟，然后再换回我们就是最高分和最低分的大条。小黄金，小黄金就咱四个。啊，要不剩我俩这儿来了。来了，谁也给我们点得分的机会。1 2 3不是这样你们抓我们，对，咱是盟友，让我们抓到，对，不是得你们得分，对啊，你们是盟友，你们他让他跑了，他不就得两分吗？你就不要追到他就好了，对，就不要追到他就好。追不到啊！只有我们这一组对待游戏最认真，他们还在扣分，而我们只有全心全意的投入节目，才能感受到节目的快乐。我们是要被抓住是吧？对对，这你伤了半天，到现在还问呢？旁边的都知道了。一二三。就是作为队员，真是，这都是应该的。OK， 好嘞，我们有请下一位。这啥呀？一人一个呀。哎，这给我吧，这好长啊。Tube Rose， 晚香玉 ，Violet， 我这咋读啊 ？Daisy， 这个太简单了。这个难啊。这个难，这给我吧。你紫罗兰吧。我叫 Violet。Daisy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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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个耶 ，OK， 苹果，正确 ，OK， 西瓜，正确，葡萄，葡萄。那里面有什么？碗。碗。冰箱里面怎么有碗啊？感觉上一次
压指压板还是在上一次。电影院 KTV 游乐场总有吧，就是游乐园。你看我别看他们了、导演提示你、别看他们了啊。啊，公交车火锅店火锅店没有，火锅店没有吧。好，来请准备。为什么不去火锅店呀、吃了一身味儿咋约会呀、保护我啊。来你跟我聊一下，你第一个信息是陈草入水。陈草入水 B 嘛， B 绿的嘛。他第二个星期他有的第一个缩写就是 B。张 B 什么啊 ？OK。他藏起来了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金色的话筒 ，Baby 姐他们的信息是二次元。咱们只有两个跨二次元呢，一个是 Baby 姐，一个是深深。第三个就是眼睛男。第三个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一直觉得凯哥今天有问题。我也觉得凯哥有问题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看看吧，我们去找找线索吧。你走吧，对。咱们是好人哈。我真是好人。我都不怕你撕，如果你是坏人，那我认倒霉。我真的只能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俩建立100%的。找到线索了，快看一下，来，周深啊。再找。那先去把周深撕了。周深在哪儿啊？周深。为什么？就是他。你看他。有毛病吧？又不是我，就是你别跑！哎，你们这么快就暴露了，我现在是。他们俩追我。追你干啥？谁呀？毕生和白鹿吧。为什么这么冷呀？咱俩不是我。快！就是你，你骗啊！死路！我为什么这个时候犯路痴啊？不是我，那你也不是。那你跑什么呀？不是你，因为你们把我撕掉了，我的钱会到坏人那里。来吧。来吧！哎，你别被撕了。等一下，我不撕他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是好人。不会，他手都是他。你要撕我，我当然要自保，但真的不是我，真的是他。你们看他的斗士，那单挑，你跟我单挑公平吗？单挑完，我要是把你撕了，他们俩再把我撕了。你太苍白了，深深，他都这样了。我这么跟你讲吧，第二个线索是麦克风，是你的黄金话筒，快上。不是你吃饭的饭碗的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我帮你吧。来我，不是我，真的是我，先生，对不起了，来，撕了吧。
撕掉一个，还有两个坏人哈。真的不是我。真的不是你吗？真的不是。真的。坏人也是有，坏人也是有价钱的。你们最后会知道真相的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不是你吗？真的不是我，很精彩这一部。我还是最后一句就是不是我。行行，不听了不听了，最后再说。最后再说了，吃完再说。再见。终身眼泪啊，终身就是累，没事没事。啊，相信我，不是我。欢迎各位来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。延边的自然景观、民俗风情和丰富多样的美食，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打卡旅游。在2023年，延边还被评为了十大魅力打卡之城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延边州的延吉市。哟，到延边喽！哇，这房子还挺有特色，是朝鲜族风格的建筑。哇，今天要住在这儿？对，也是，要不然让咱带行李干嘛？天福宫，哇，怎么有种大家出来春游的感觉？早上好啊，同志们好。是不是主打一个旅游？终于有这么轻松的一期了哈。这位商务男士，有那位商务吗？哎，沙哥是来收购这儿的地产的吗？咋的了？带着这个投资项目来的。看地方来。天福宫哈，又见面了，大家。哎，都胖了，这不蹲跑吧，在家待的都胖了都。今天让他多运动一下。我就是来奔跑吧减肥的，我跟你说。大家都带来了各自的行李箱，是因为今天我们会进行一次特别的团建活动。耶，团建。好。今天除了你们几位之外，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团建，来领略延吉的风情。他们当中一位是看起来很好笑，另一位是笑起来很好看。看起来很好笑，笑起来很好看。有请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有个伞。小子，好孤独啊！哎呀妈，好惨的台阶。后期会快进的吧？好了好了，已经快进了。这时候弹幕打的是既不帅也不搞笑。欢迎欢迎欢迎，大勋！欢迎。我们的老朋友魏大勋，欢迎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今天的第二位嘉宾，他笑起来很好看。我看他笑起来到底有多好看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您很行李呢？没带换洗的衣物啊？我够了呀，这么多。哦，这么睡觉了就？对啊，我三件衣服呢，一件睡衣，一件外套。是这样的呀，挺能持家的，我觉得。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张林鹤，欢迎，欢迎欢迎。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，这里以朝鲜族传统风格打造了景观设施。更是复原了百年院落的两班宅，保留了最传统的朝鲜族生活形态，造型简洁却不失精美，体现了朝鲜族简雅尚美的民族气质。大家今晚就要入住两侧的民宿，先请认真的查看甲客族的房间。哦，随意参观吧。哦，我这哎，我这是那什么，我这是那个榻榻米，你那是吗？我这也榻榻米啊，没有床啊，地铺都没有地铺啊，空空如也，家徒四壁，都没有床吗？没有被，没有枕头，啊？凯哥，嗯，你这儿也没床啊？没有，啥也没有啊，这有什么呀？啥也没有啊。我检查出了啥吗？不想让我们住这儿是吧？他连被都没有，你打地铺得有被啊。
那咱们只能抱着互相取暖了。那只能我垫你睡了。你才是那床垫子。我知道了，今天的游戏就是为了赢得那张床垫。成员们已经发现了，房间里现在一切生活用品都没有，浴巾、毛巾没有，哦，好像也没有纸，我看到了刚才。你们能不能稍微给准备一点？连纸都不给。所以今天大家的目标就是要努力为自己的房间添置入睡用品。哦，这有一个好梦超市。为了能添置入睡用品，让自己睡个好觉，因此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叫做谁能安宁地进入梦乡竞赛，简称宁安如梦。哦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白露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凌赫。我们也不弃叫你安如梦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。希望大家可以努力找床垫啊。希望我们都能迎安如梦。大家身后的好梦超市里就有所有你们需要的物品，通过一天的任务赢取团队的经费，用于购买所需的各种用品。因为张凌赫明天有工作安排，他不需要入住民宿，所以超市里还有一个为你专供的礼品区，你可以在礼品区里选购你想要的礼品，你甚至还可以买到小黄金。哦，其实我觉得吧，你也可以就是帮我们添置一点。对，其实我这一晚上我都能对付，我也能要小黄金。小黄金铺一铺，睡在上面高兴，那才叫宁安如梦呢。哎呦，谢谢你。现在就请大家可以移步到好梦超市里进行参观，有心仪的物品可以在纸上勾选出来，我们会估算一下你们想要购买所有这些物品需要多少的RB。好的。欢迎光临好梦超市。请拿好你们的预购清单。哇，真有喜临门床垫，朋友们，还有喜临门的枕头。我要喜临门枕头。床垫要什么？要10000RB。床垫肯定想要的啦，厚棉被也是要的啦，安慕希200RB，难怪了，就是新升级的美味。我觉得你今天啊，就赢了所有的就买小黄金，一万呢？一万RB，但这个很有纪念意义，因为这个相当于就是赢得了今天最终大奖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泡菜要不要来一个？泡菜，晚上睡觉前不来点音乐吗？扑克。哎，扑克，我必须得要扑克，没有扑克的夜晚是无聊的。啊，高级沐浴四件套，哇哦，还不错啊。真的，他没有，乔林赫没有，他还自己洗。我就要一个喜临门的枕头，赢了你给我留个枕头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啥也不要了。还有按摩服务，是静，就写是静姐。静姐，哎，沙哥，你得努力买这个。我啥也不要，给我画完了，画完了。嗯，好，我在这儿写着呢。我啥也不要。你选完了吗？啊，选完了，很简单，没像你们对生活要求那么精致。我劝你们是不是得买点卫生纸啊？每个人。哦，对啊。真的，咱们就上完厕所直接去冲。这样，咱们买一卷，大家分一下。旁边不行，洗淋浴。不行，我买，我用的多。你用的多，那你再买一个。水杯别要了，我这有，咱轮着。我是多少钱、啊？42300。4万多。谁15000多呀？程程够省的呀，咱们都够省，17000、16000、15000。这一万是谁？张卓，你也够黄金的，就要小黄金。哦，对，你不住，我不是我。最少的是沙溢。看看你最少什么？零，什么都不要。这也映射了他本人的一种态度与性格。指令吃饭，按照导演的指令吃饭，快速反应完成20项指令即为成功。过程中如果产生迟疑或者行动错误，会获一次警告，单人警告3次则挑战失败。就听指令呗，失败就不给吃了呗。失败的话还是可以吃，但是每一位成员如果完成的话，可以获得5000RB。哇！如果你们都完成，8个人最多可以
42,000。哦，这一趴顶到前面3趴了。对呀、啊，看来咱钱不够了，再加紧发了，现在没发多少。先吃起来，饿死了。啊，我们先从程程开始吧。好好，请为程程送餐。啊，我们都看着呀。啊，我们都看着呀。一个一个挑战，一个吃是吧？啊，我这刚脱了。刚准备练活了是吧？啊，刚想吃，大干一场。好多鸡的呀！这么多！哇、哦，太丰盛了吧！这么多！哇，好多啊！好饿呀、啊！OK。哇，拌饭！哇，太丰盛了吧！这么多！好饿呀！有口水，你要等到最后哎，都饿饱了。没事，我看着你们吃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呀？你上面有有机农家菜、煎鲅鱼、米肠、打糕、扎参、腌萝卜、辣白菜汤、圆白菜、辣白菜、明太鱼干、4-5家。晕了，完。什么家？4-5家。哦，对，4-5家。啊，你看那俩馋的，你俩尝尝得了，我跟你说。现在哎，我们这儿很饿的。OK， 开饭 ，OK， 开饭。请听题。吃辣白菜。吃米饭。辣白菜，控制欲好强啊！有一天，吃米饭，好香啊！哎呦，吃辣白菜，喝辣白菜汤。警告一下，这就慢了啊！你能不能让我吃点别的？一大桌菜，你只让我吃圆白菜。对，辣白菜米饭，辣白菜米饭，喝口辣白菜汤米饭。你上这么多菜干嘛？还是说你只认识这两道菜？吃明太鱼干，吃辣白菜，辣白菜要吃完了。喝汤，哪个汤？对不起，哪个汤？对不起，反杀。哪个汤？对不起。你快警告姚 PD 一次，警告丁丁 PD 一次。自己想一下那个理由。每次警告给自己警告。我们所有人，你盯过3次，你 out， 把 RB 全都给我们。都是你11年培训出来的人，很苛刻的。吃圆白菜，吃米肠，吃沙参，吃圆白菜。嗯，对吗？对啊。警告2次。吃圆白菜。定定一下自己。再说一次 out 了，哦，你还有机会，现在才警告了一次啊，你也还有机会，是你都被警告两次了，你也还有机会，你都已经被警告2次了，你也还有一次机会哦。吃煎鲅鱼，吐一次，怎么还有这种题？你没有吐出来，我的。吐着了，你把那个刺给它扒拉出来。啊，吐鱼刺，他听成吐一次，我们也听成了吐一次，我也听成是吐出来，吐一次，好，警告我，你满了，你3回了，警告，对啊，我们玩了，继续啊，你现在错了一次 ，OK， 你还有8个。用勺子拌石锅拌饭，吃一口，吃辣白菜，喝辣牛肉汤，吃打糕，全开手，喝辣牛肉汤，我一会儿也用手吧，吃辣白菜，怎么辣白菜？辣白菜汤要吃完了，有点
这吃的还挺优雅的。你知道，喝一口辣牛肉汤，吃一口打嗝，多余。又甜又咸又辣的。恭喜程程挑战成功，可以为团队获得5000RB。哦。然后啥意思？饭撤走？没有啊，你继可以继续吃了。我先玩着啊。按你自己的节奏吃了。Oh my god。请问魏大勋送餐。一样的菜。一样的菜啊？一样。我帮你尝尝口味一不一样。那咱到你那儿你都饱吧？我跑了。啥声？没关系，姚碧姬只会说辣白菜的，你就只要看好辣白菜就行。辣白菜跟圆白菜跟米饭，喊开饭，开饭。吃腌萝卜，萝卜萝卜。吃米饭，用勺子吃米饭。嗯。用筷子吃沙参，这么难、啊？你复杂了，开。用勺子喝牛肉汤，可以啊。用勺子吃拌饭，没错过。用筷子吃米肠。吃辣白菜，吃辣白菜，吃辣白菜，吃明太鱼干，吃蕨菜，吃圆白菜，吃圆白菜，吃米饭，塞不下了，吃辣牛肉汤里的辣牛肉，挑半天，辣牛肉汤里有没有辣牛肉？有辣牛肉，我只塞不下了，我只塞太多了，这太快了，还不如让人吃饭，这多不人。等一下，你帮我们翻译一下在说什么？他在吐槽，说那个这不是吃饭，这叫折磨人。好，吃米饭，吃刺五加，吃米肠，吃沙参，吃腌萝卜，吃辣白菜。恭喜魏大勋挑战成功，可以为团队获得5000RB。接下来我们为周深送餐。哎呦，好想吃哦！都一样的是吧？都一样。其实没有难度了，对于周深来说。开饭，把石锅拌饭拌匀。吃圆白菜，吃打糕，吃蕨菜，吃香菇。哪有香菇啊？这个拌饭里有。哦，拌饭里头有。拌饭里没有。好难啊！有点，已经难度有点升级了啊，难度有点升级了。啊、我估计到白龙那边。到这边得拿个放大镜看了，我的妈呀！吃海带，吃蕨菜，吃豆芽。里头，里头。吃鲅鱼，土鲅鱼刺，呵，来无实物了啊，改无实物表演了，呵，有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把有时间来，没有，突然感觉像了一个松鼠，你知道。这条鲅鱼没有刺，软骨鲅，软骨鲅，软骨鲅。吃明太鱼干，吃石锅拌饭，用筷子喝辣牛肉汤。完美诠释，还有表情，完美诠释，真的是。这到后边主要靠演，我发现。吃拌饭里的米饭，吃胡萝卜。拌饭里面有胡萝卜，你让人拌匀了，然后再一个个找出来，确实有点难。太难了，这个。很遗憾，周深挑战失败。哎，很遗憾，看着我跟姚PD关系不是很好。给你出这么难的题，怎么回事？请为 baby 送餐。baby 等了很久了，感觉势不可挡了。这不太一样的吗？这一样不一样了？哦 ，no， 完
全不一样的一堆菜。我没有吃过拌饭了，哇，这土豆饼我好想吃。哇，我好想吃那个饼。我再玩一次，我上面那个那一套那个的。Baby 的餐里包括了高粱饼、金达莱饼、土豆饼、绿豆饼、泡菜饼、黄牛王排骨汤、山野菜酱汤、辣牛肉汤、明太鱼汤、海带汤。我甚至觉得自己的饭不香了。以及零蔗糖、原味、蓝莓味的安慕希。我记了半天，我再到这儿换菜了。开饭。喝一口零蔗糖口味的安慕希，喝一口原味的安慕希，吃泡菜饼，吃绿豆饼，吃金达莱饼，吃土豆饼，山东的好吃，吃辣白菜，喝海带汤，喝排骨汤，吃苏子叶咸菜，配一口零蔗糖安慕希，配一口零蔗糖口味安慕希。这个融合，安慕希说我又有新点子了，好好喝啊。吃海带，管全，管全，吃海带，管全，为了赢也可以拼了。喝排骨汤，喝野菜汤，喝辣牛肉汤，喝海带汤，喝辣牛肉汤，吃明太鱼干，吃泡菜饼，吃土豆饼，吃金达莱饼，喝辣牛肉汤，喝海带汤，无无。对了吧，已经。这老清楚了，我告诉你。恭喜挑战成功，赢得了5000RB的经费。还得用手。好了，接下来是晨哥。晨哥，你刚刚有一个吞咽口水的动作，不由自主的。我只一个吞咽口水的动作。他一直在吞咽。血糖没事啊。我的脑花儿都谢了。为晨哥送餐。不会又改了吧？也是这个。哇，好好吃啊！高粱饼、金达莱饼、土豆饼，你肯定没问题。好了，你就开饭吧。好了，来吧，开饭。把葱撒到排骨汤里搅匀。哎呀妈呀！喝一口不带葱的排骨汤。喝。没事儿，不要喝到葱就好了。哎呀。吃绿豆饼，对，用勺子吃金达莱饼，用勺子吃饼，吃一口辣白菜，吃沙参，吃米饭，吃海带，吃米饭，必须上手，吃海带，吃辣牛肉汤里的辣牛肉，哎呀，吃米饭，吃排骨汤里的排骨。吃米饭，用筷子吃明太汤里的明太鱼。明太汤里的明太鱼。明太汤里的。明太汤里的明太鱼。哪个是明太汤啊？那是明太汤吗？明太鱼汤里的明太鱼。明太汤。那鱼字儿得给丢了，明太汤。喝蓝莓味的安慕希，喝一口零蔗糖口味的安慕希，喝一口原味的安慕希，吃辣白菜。配着葱花吃辣白菜，我咋有点心酸呢？看你，这你摁那个，我吃对了。配着葱花吃辣白菜，我刚才就是嘴里有辣白菜，然后把这个葱花倒进去了，在嘴里搅拌点。你没看网上吃烤鸭的吗？把饼放这儿了，这不异曲同工之处吗？好，这个警告不算啊，不能算啊。吃一口排骨汤里的葱，最后请晨哥佐以美味的安慕希，令你的这餐晚饭更加的愉快。浓浓的超好喝，恭喜晨哥挑战成功，继续为团队赢得了5000RB。好，那么接下来为沙哥送餐，又换了，我刚把这几个记住了，又给换了，我的妈呀！完了，沙哥全是菜，
这咋给整的减肥餐呢？哪有减肥餐啊？你全是咸菜呀、啊！你这都是肉，那有牛肉、哎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啥呀？辣椒、大蒜。这啥呀？大酱、辣椒酱。巷子洞，巷子洞是什么呀？你八爪鱼，看起来很不错，帮你尝。这叫什么玩意儿？我看，苹果梨辣白菜，辣白菜分好几个呢。啥哥，很好吃。你的菜都很好吃，不是这个一看就是用什么桑叶包一片肘子，用桑叶包个蒜蘸一下酱。那个明太鱼应该挺好吃的。这几位给我留点啊，几位，这那一会儿没了。哎，这蒜很好吃。这个好吃，我觉得。这几位，我的妈呀，上这儿来解决晚饭来了吗？八爪鱼你就别念了，导演，基本没了已经。你这最好吃，你这最好吃，我这最好吃。好，准备啊！我第一回吃饭还紧张了，我的妈，有点紧张啊，真的有点紧张。开饭，请听题：拿一片生菜，放酱肘子。哎呀，那五花肉！哎呀，迟疑了，没迟疑，没迟疑。听一次啊，太慢了。放一片泡菜，什么泡菜？你就得说清楚什么泡菜。我有两种泡菜，一种是原味泡菜，一种叫苹果梨泡菜。放一片辣白菜，辣白菜，包起来，手都哆嗦。蘸辣椒酱，喂给晨哥吃。早说呀！我可擦了手了啊。我想换个座子。拿一片苏子叶，放一片辣白菜，旁边的苹果梨辣白菜。到现在他一口都没吃呀、啊。净给别人做料理了。都给别人做下姨了。用筷子吃一个辣椒圈，终于吃上了。吃一口辣八爪鱼，那个很辣。那个辣八爪鱼可辣了，非常辣。吃一口辣白菜，放一片辣白菜，放一片旁边的苹果梨辣白菜，放辣椒圈，放五花肉，放蕨菜。别哆嗦，别哆嗦。他们在抖啊，放不了了。放。喂给张旅客吃。啊，他这咋比我呢？你半天一口肉没吃着吧？我刚吃全是辣的，我多想吃口肉啊！我就想那口给我自己解解辣。大哥现在嘴里都辣的要喷火了。拿一片苏子叶，包芥豆腐，放一片桔梗，放桔梗，桔梗，桔梗。一口没吃上，然后还失败了。没事，这回你能关门正大吃了。我们继续把这个包完啊，放苏子叶咸菜，在我这儿呢，请。对呀、啊，我这里没有苏子叶咸菜。你得找啊，还要上别人那家吗？这个。哎呦我。我要不要上那款一个石锅饭去呢？款成石锅饭回来。石锅饭够呛有了。我从吃饭到要饭了，都好，恭喜沙哥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打到要饭就赢了是吧？很遗憾，沙哥挑战失败。我先自己吃口肉啊，先吃口肉。现在为张凌赫送餐，不会肉感没变吧？跟我一系列没变，辣白菜汤、米饭、萝卜。白鹿，饿吗？饿，我一会儿就这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指不定哪个就送到我嘴里了。来，开饭。请听题：拿一片生菜，放辣八爪鱼，放酱肘子，放辣椒圈，一起包起来，蘸辣椒酱，吃掉。吹口哨，还有这趴呢？又来个不会吹口哨的。
拿一片苏子叶，放牛肉，放蕨菜，放牛肉，放蕨菜，放煎豆腐，放五花肉，放辣椒圈，蘸辣椒酱，给旁边的白鹿吃。该那个。太大了！我的妈呀！吹口哨，吹口哨。你吹口哨就行。对，白不吹口哨。好，继续啊，吃米饭，用勺子吃辣白菜，吃煎豆腐，吃辣八爪鱼，不许有表情。什么点？不许有表情。你这特别看特别像羊驼。好，恭喜张凌赫又为团队赢得了5000RB。接下来轮到白鹿。我们一样的。来，开饭。吃巷子洞。拿一片苏子叶，放蕨菜，放牛肉，放煎豆腐，放五花肉，吃一口泡菜，吃一口泡菜旁边的苹果梨泡菜，吃泡菜，哇，吃苹果梨泡菜，在紫苏叶里放一片苹果梨泡菜，包起来，蘸酱，蘸紫菜汤，吃掉。吃掉。太狠了，塞不下了，咋办呢？就说他后来比咱俩之前的难，感觉太狠了。你整的我们都想都躲。一次警告啊，还有机会。好，来，用筷子吃一口煎豆腐，用筷子吃牛肉。刚才你一笑，那牙都是绿的。绿的，是这样，那也是。我在这一轮还有形象可言吗？这一趴好像都没有什么形象可言了。吃一口辣白菜，喝一口零蔗糖口味的 MC， 吃一口辣白菜，拿几片苏子叶，吃掉。你的牙可能一直得是绿的，赢了吧已经？恭喜白鹿挑战成功。Yeah!